来到忍者无敌聚宝齐，我是主持人德瑜，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摩尔投顾陈坤仁分析师。大人哥你好。德瑜好，大家好。我跟你说超重要的，最近盘势很震荡，所以呢大人哥说股票期货这两样好用的工具你一定要拥有，邀请你现在就把忍者无敌 YouTube 频道给订阅起来。您正在收看的呢是我们的聚宝齐单元，教您认识多空双向都可以灵活操作的这个期货，大赚小赔纪律操作，达到你心目当中的财富自由。当然也别忘记要看我们另外一个单元股魔力，带您来看的是大盘的变化，个股的轮动，更重要的是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更多的好朋友，让大家都能够股票期货两个好用的工具同时拥有。当然更多人喜欢的是我们不定时推出的大人哥玩股教学单元，里面满满的宝藏，比如说低成本抢占除夕行情啦，不能说的秘密知道可以赚更多啦，还有更多好的单元我们正在筹备当中。先把频道订阅起来，打开小铃铛，新的影片一上架马上叮咚通知你。好，有人说啊，哎，德宇你常讲说股票期货什么，大人哥说两个好用工具通通要有啊，真的有用吗？来来来，你看今天的这个现货市场很震荡对不对，但是期货我们出现了送分题啊，到底是怎么样的送分，而我们的聚宝齐团队又数了多少的钞票呢？把时间交给大人哥。好，德宇好，大家好。那如果今天你看到那个盘中 AI 是这么样的震荡的话，你会想说啊，今天如果不要开盘有多好，对不对？对呀、啊。就是今天尾盘台股还跌了六点，然后如果期货的部分的话，竟然还收平盘，那到底是什么行情啊？怎么做啊？但是不过我告诉你、今天的行情就是演得好，走得好，然后呢又是送分题的行情啊。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要那个，还是要借我炫耀一下下啦，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全新的真的是工具书。让你认识期货，然后呢，它在博客来的畅销书的排行榜真的是名列前茅。对，商业理财Top 5，然后呢，期货交易是第一名。然后为什么要这样说？你如果把书本把它打开，里面哈，竟然是全彩，你知道吗？哎，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全彩印刷。嗯。然后呢，你可以把里面的内容把它翻到200页那附近的话，你会发现说，哦，这个如何抓到国安基金进场的那个低点。然后呢，一个千点的行情就让你赚得到去年刚发生的事情，那你就发现说啊，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用的操作的策略，也就是今天我刚刚前面说到的送分题的来源。嗯，那诶，这个教学也在我的大人哥玩股的系列要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们的导播待会会把那个链接把它放在那个荧幕的右上角的地方，你可以去点选一下下，然后你会发现说，来，今天这是今天的行情。好，这是今天的盘，又出现送分题了。对，左边这是大盘加权指数，是不是中场下跌了六点？对啊，不要开盘好了啦。你看今天微创还跌6%多，然后什么一堆的 AI 股还没跌的多，外星有八。然后呢，这是今天的期货啊，收在平盘啊，不要开盘好了，那边晃啊晃，晃来晃去，根本没什么好。还不是就回到原点？但是，好、哦，你看有发现吗？这是有没有今天看到今天的大盘？嗯，一早见低点，对不对？对。拉上去，这边震啊震啊，洗啊洗啊，然后尾盘的话小跌六点。好，这边的是什么？这边是台指期啊，一早是不是开低之后拉上去啊？然后为什么就啊啪的一样，还破低点？嗯，破低点就是送分题的来源，书里面有教，影片有教过。为什么？这就是背离啊。嗯，台指就是台指没有破低点，结果你期货去给它破低点，啊，这是破什么意思的？当然就是假摔假跌破嘛。然后呢，就这件事情的话，就发现说，哦，原来你如果买在这边，就是说，如果在这边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的话，你买个790，就算你买个整数16800点的话，嗯，那你尾盘这边可以赚50点哎，何乐而不为，对不对？对，哦，所以这就是跟你说过的，这就是有很好赚的行情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的把期货把它学起来，或者把那个就是一些把那种策略把它学起来，那你就可以在。行情在偏震荡的过程之中去做一个多空双向避险操作，投机也都可以啊，嗯，你要放空也可以啊，啊，你就像昨天行情，昨天跟前天不是跟你说一天做多一天做空都赚钱吗？对，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下去。来，今天的送分题行情，哦，记得把我们的节目也好啦 ，YouTube 频道也把它那个订阅回去的话，都好。来，这是今天早上8:29的时候，我们给我们团队的相关的提醒的部分。来，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多空关键价就必须要下移到16800，因为17000点被给跌破了，所以质押互换17000点以上变成是一个比较实质的反压区。但是你也不要期待，或者你也不要对于行情下跌有过多过多的那种所谓的太悲观的想法，或者是说太兴奋的想法。有人想说啊，破了17000，赶快空下去，然后空下去之后要赚个300-500点才要走，没有这种行情，真的没有。因为你看今天测了168之后的话又守住了，然后呢尾盘这边就只好，是不是我跟大家讲到的，这边就只能测那个168这边多空交战啊，那往下这边的支撑的话其实都还蛮稳固的，所以这边的一个震荡区间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加大，但是呢其实如果就操作面来说的话倒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它就是一个还蛮没有方向，然后呢就是小赚赚得到啊，大赚没有戏的这种行情的部分。那丰收的部分的话，今天就是有点像是先做空，然后小被扒到之后才反手做多，然后多单赚95点，然后呢把这个前面如果有去做空的人的话，这笔多单是赚得回来的。嗯，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说空翻多获利出场。那这是今天的行情跟今天的策略的部分。那我也说过了，决定我今天赚多少钱并不是我有多强的操作的策略，而是就是顺着今天的行情的看法，或者就顺着今天的行情的方向趋势多走势空的时候，你就只能稍微把那个区间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那你赚到的就是行情给你的获利。像今天的话就是空翻多去赚钱，那昨天的话我也跟大家说过了，昨天是空单赚钱110点，对，然后甚至像前天的部分的话叫做是多单获利127点，因为看到当该做多的时候顺势做多你赚得了钱，然后呢该做空的时候你顺势做空你一样可以赚得了钱，然后呢在行情震荡的过程之中你该用就是空翻多多翻空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明确的操作策略的话，其实聚宝其实都告诉你啦，其实行情就会给你你该赚到的获利啊，只是你有能不能遵照着现在目前的行情把它顺着毛摸去给它赚起来。好，所以在我节目里面一直不断跟大家提醒，不要预设立场，不要预设多空，不要自己有什么说啊这边该不该做多啊，啊那边该不该做空啊，啊不要这样的一个就是有太多太多的问号，你就是好好顺着我们的聚宝期，然后呢就是跟着我们的讯号做操作就好啦，那该赚到的我们赚到，然后该停损的把它停损起来，然后呢你就很自然而然的在那个今年的行情这么样的震荡的过程之中，那丰收短线就是短线的当冲也赚钱，对，然后呢那个波段单短波的聚财短波聚财的波段单也赚钱，那获利部分的话你自己参考一下，就是1到7月6000点，然后一口单就是120万的这样的数字，是你一定都可以跟着我们的聚宝期赚得到的部分。那操作纪律要有，然后呢资金控管要有，尤其是先跟大家预告美国 CPI 7月份 CPI 会在明天晚上公布，对，所以明天晚上的震荡会比较偏大一点点。好，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做短波的话，我明天也会预告我们的团队啦，就是你必须要务必要控管好你的资金部位。嗯，你不要跟我说啊你看我做多也赚钱，做空也赚钱，今天空翻多又赚钱，那我放大口数好不好？可以吗？不，千万不要这样做哈，拜托你还是好好的就是一口一口开始做，然后呢等到你赚到50万的时候，然后获利入口袋，再赚到50万的时候再去把你的部位再把它加大，然后以此类推的把它加大，循序渐进，对，就请你好好依照你的资金，依照你的纪律，然后呢循序渐进，然后呢想要赚多少重申啊，自然而然有那种搞不清状况的散户会拿着钱来输给你，我讲的很不好听，难听，反指标，对，就是这些反指标啊，啊反指标就来输钱了，你为什么不好把那些反指标的钱把它赚起来？好，所以只是跟大家讲的观念的部分了。好，那有点难听，继续看下去。实战班目前额满中，那就来排队，因为前面有真的很多很多的学长姐正在排队中。那还没有轮到你之前的话，先用聚宝期，好，先用这么样的棒的精准的讯号带着你，就是用纪律的方式，然后呢带着你用赚大赔小的方式。然后呢，带着你用复利翻倍，然后呢，让你达成财富自由。有这么好的工具的话，需要协助，用 LINE， 用0800来跟我们做相关洽询。好，以上就分享给大家了。
邀请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聚宝期的威力，邀请大家跟着大人哥一起大赚小赔，纪律操作，达到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想要达成的财富自由。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668085 0800668085，或是透过大人哥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DARIEN888 小老鼠 DARIEN888， 直接私讯大人哥加入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咯。感谢你的收看，也再一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摩尔投顾陈坤仁分析师，谢谢大人哥，谢谢。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盘势提醒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请加我的 LINE 和 Telegram 官方账号 ，ID 是小老鼠 DAREN 888。谢谢大家。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